小哥早就想请我做一炒馍，今天找了个南锅店，给他做点炒馍吃吃。菜忙就菜忙呗，还炒馍，那不是不好看咯、哦？不好看，好吃。咱中午够了，让这一兜菜吃了得。哎。哎呀，这意思，要不出人家都成了折磨，都不快活了。你看那韭菜绒的，这回不知道咋长的，长真绒。嗯，就这不比母强，这趁手而得。反正就是这个不老好得，吃饱还是好我个多贼的，想的不是哦。这菜忙就是蒸馍不老好蒸，面过了它光烂，也不知道俺妈蒸成功蒸不成功。不要蒸的锅烂哈。烂到坏了，倒过去。猪卷南瓜。好一口大菜，就这猪排炒吃多了。南瓜真黑呀，真香真香。嗯，这回破费了，弄了六个大鸡蛋。我跟你说，要吃豆腐的，你看。你想吃啥你弄啥，你想吃鸡蛋你就煎鸡蛋。是个清新香，放青椒的辣根儿好吃。哎呦，好吃哦，吃坏了。对，一辣椒的，吃过。这菜忙的菜可简单了，南瓜一点硬硬菜。粉条、韭菜、鸡蛋，就这几样，一搅和就成了，该摊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咱们就给它糊口糊口。为啥还得糊口？糊不粘地砖。我就觉得这包出来就不好看。我不是你说丑馍。这就是丑馍呀。菜要弄出来，够不够？够够。不够。来吧。管着我吃这些。这出没就是全这菜。小妹妹该挑剔了，她不得吃这菜多了。嗯，一会儿给她整个卤菜。我这面还怪筋的，怪炖的是。我那几十年的面底了，再不好筋。好。我这么少的菜，给恁孩儿弄的吧。你要给他弄的，嫌咱没饭吃，嫌油腻穿。你给嫌菜多，他不吃。你是嘴上说的吧？弄了脸都没，弄了脸都是菜少的吧？好了，真好了。学生们都服了，菜忙可省劲。好。小哥。哎。中了啊。也可以呀，挺成功的。我们吃的不赖。那都上了那白天了，嗯，对，好，开饭啦！先吃点药，哎呀，要不要？还先吃点药呢？里边蒸的都是菜呀。嗯，你这个菜忙吗？菜忙就是菜忙，菜忙，你菜啥忙？我吃了是怪对味，今天这一兜菜吃怪对。你是你对不了，你想吃你给我说，我还是不吃。他不吃，他不吃。哎，这就是俺妈做的菜嘛，虽然说看着不太好看，但是口感不错，吃了筋在拽的，一兜菜香喷喷的。姐妹们想吃了还可以学一下。